今日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行下深水埗，扫下街，睇下深水埗七彩嘅一面。去深水埗冇乜特别嘅路线，都系喺宇宙街、基隆街、大南街附近兜下。在基隆街，我们见到很多布艺行和车房。宇宙街、深水埗街坊福利会、横街的涂鸦、活化了的唐楼、昔日五六十年代大厦转角位露台的建筑特色，大南街的公共洗手间，官方的涂鸦壁画，大南街仲有好多祖传嘅皮革店，皮艺店，本土大大小小嘅手艺店，文青咖啡室、小型藝術中心、仲有賣布袋、平價嘅衣服店、生活用品店、今次我帶咗我嘅 Sony ZV-10 10-18mm 嘅鏡頭，仲有蔡司 24mm 嘅鏡頭。欢迎你下次约我出嚟扫街，多谢你嘅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呢条片，请你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。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